贝斯弦其实是你的整个乐器的音色中最重要最重要的环节之一。同一支琴，你的弦是新的是旧的，是哪一种材料构成的，其实对于你的音色有最大最大的影响。这个影响甚至大过于你是使用什么样子的音箱，你是使用什么样子的拾音器，你是主动的电路还是被动的电路，也远远的大过于你是使用什么样子的材料，比方说你的琴颈是什么木头，你的琴身是什么木头等等等。我们甚至可以说换一套弦可以让你的音色产生最大的改变。我当初在美国求学的时候，我问我的老师，好，老师你什么时候换弦？结果他给我一个答案，就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，我想要换的时候就换，好，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，没有任何特别的某一个期程的限制，你想要换就换。那什么时候是我想要换的时候呢？大概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如果我觉得这个弦摸起来的感觉，我开始感觉到不舒服，或者是不顺畅的时候，我就会换弦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当我弹下去，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声音听起来跟我期望的声音，我习惯的声音已经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也会换弦。